思考一下，用哪个函数可以完成？那我的需求是啥？纵向的四个，横向的四个。那假如说我们今天用 index 好了，如果我今天呢，我是用检视语查，用其实用 visual 函数不知道可不可以啦，也许你可以试一下。我的习惯用 index 或 iterator， 好，那 index 怎么做？它会有三个资料给它。第一个呢 ，array 是一个范围，指的就是说你的资料来源范围。那从 B2 一直到 Control Shift 向下到 B33， 对不对哈？那记得，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，所以你还是要把它按 F4 然后把它锁起来。那他会问你说，哎，那你要告诉我呢，这个范围里面，你这个范围里面呢，你要抓，帮你抓哪一列过来啊？有没有哪一列？哎，这边的话是第一列。那哪一栏呢？只有一栏，所以这个一定是一。那可是问题，你按确定之后哈，你就抓了一个什么入职时间了。但是姓名的话怎么样？你不能说你拉过去不对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，如果拉过去的话，这边这个数其实第一个跟第三个都不会变，只有这个地方会变。但是这个地方变的逻辑什么？这边是前面的一嘛。那在这边多少？二嘛，三四五六七八，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个要解决就是先产生一个表格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哎，有没有印象？我们前面有做过，配合什么呢 ？Current 跟 Row 有没有？所以第一个 Current 的话抓到目前的栏第四。但是我是从1开始减掉3，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向右拉，向下拉，哎，有没有？但是我希望向右向下的时候呢，它会增加4的倍数，加4的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呢？加上，哎，还记得吧？用 row 小括弧。那先把现在所在的列先减掉，因为第二列的时候哈，我不需要加4的倍数，可是第三列加一倍，第四列加两倍，那我可以怎么样？先把它减掉，小括弧，也就是第二列我不要，乘上4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现在0嘛，就不加4，下面1就加一倍。在2，因为第四列了嘛，减掉2，那四就加两倍、三倍、四倍。一是这个好像有讲过，而且这个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公式啦，这个还蛮好用的。看几栏你就乘上几就对了哈，打勾，向右，向下。哎，有没有？那如果我是33，应该是32，因为2到33哈，有没有？这个表格就出来了。那你做出来之后很简单嘛。你就是把这个公式怎么样复制，再放到哪里呢？刚刚的 index 里面的 row 那里就 OK 了。所以我们做一次给看插入函数哈，最近使用过的 index， 然后呢范围的话呢就是这个 Control Shift 向下，然后把它按 F4 先锁起来，因为向右向下两边都要锁。那哪一列呢？就是刚刚这个 current 这个。有没有1 2 3 4 5 6？ 哎，有没有？那栏固定一定是只有一栏，这个指的是来源那边哦。哦，好，按确定之后 ，OK， 那我就向右、向下。好、哦、啊，基本上哈、哦，这边的话呢哈、哦，就全部就 OK 了。但是第一个问题解决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 index 还蛮好用的啦，你只要index 配合 current 跟 row， 哇，你马上就资料。分开来 OK 啦，不过给各位第二个思考哈、啊，如果要分开可以啊，可能又要把它合并回去的话，怎么办？好、哦，我这个是延续题啦。那当然第二个我可能遇到第二个状况怎么？我希望怎么样？把这边的那个前面的，因为你这前面多一个入职时间冒号，跟姓名冒号没意义啊，这等于是多余的资料。但是多余的资料你要怎么样把它删除？好、哦，删除，哦，你当然不是叫你人工，好、哦、用土法炼钢，可是问题来了，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把它删掉？那删的方法最快的、最简单的哈、哦，
其实怎么样？你可以用，其实怎么样？前面有讲过了，用 mid 函数嘛 ，mid 函数有没有？但是你 mid 函数必须要先知道你的冒号的位置，然后呢再去找到后面的资料，把后面的资料全部留下来，那就 OK 了。好，可是这要怎么做啊？请各位想想看，好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可以再利用 find 函数吗？哦 ，find 函数的话呢 ，find 什么？ find 这个冒号的位置，可是我好像太麻烦了。你干脆用什么呢？用上面这个有几个字就好了嘛，四个字，有没有？然后五六，所以加2就好了。加2之后呢，后面的我全要。所以哈，我们如果说假设我要根据上面的长度再把它加2，后面的全要的话。 该怎么做哦？其实有个简单方法，一把这个公式解下来。好，二的话呢，插入那个 mid 函数，在文字这个都是前面讲过的。mid 函数里面的话，哈，我可以怎么样 ？test 就是刚刚的东西，所以贴上。那我要从第几个开始？从它的总长度 l e n， 哦，前括弧，它有几个字？四个字。 那我要从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所以必须加2。好 ，OK， 那要抓几个字呢？后面的全部要了。可是我怎么知道有几个字？其实我的习惯是打一个99。好，你想说，老师你干嘛打？这没有那么多个字啊！意思就是说全部都要了，我管它有几个字，我就打一个一定会大于后面的长度的那个数字啊！啊，它大于之后，它找不到了就没有了。 他就不会再往下找了，意思，所以这招还蛮好用的，你就不用管说还要去算说他总共有几个字，我扣到几个字之后还剩几个，不用那么麻烦了，这招真的很简单的哈，不然的话有些东西真的就不要钻牛角尖，哦，有些人就是真的还要去算那个，像刚刚用 find 可不也可以啦，不过想一想好像用 len 比较简单，那当然我们一定选比较简单的，你一定要想，所以有的时候在。 分析问题的时候，我要先想说用哪一个函数能够简短简化你的那个最后的公式啊！你千万不要找那个很麻烦的函数，也做了出来，可是最后结果是很长一串，连你自己都看得很辛苦了。好 ，OK，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取巧的方法了哈。好，按个确定之后的话，不过呢，当然你等一下会有个问题，按确定哈，等一下会向右向下。 那上面的这个栏位有没有指的是 D1？ 可是呢，我等一下向右的时候啊，我要能够让它变动变 E1， 变 F1， 变 G1， 那永远都是一，因为你向下填满的话，你还是要是一啊，你不能是其他。可是前面这个栏会变，后面这个列不能变，所以记得哦，只能够锁在哪里呢？锁在一的前面。 这个概念很要很清楚啊，不然有些同学不知道锁哪里，最后你怎么做都不对，只能锁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要查的是那个栏位的长度哦。OK， 按确定。好，这个向右，向下，做完了，有没有 ？OK， 但是呢，虽然已经算简单了，但是上面公式还是感觉非常复杂，对不对？ 好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呢、啊。我刚刚分三个阶段做。第一阶段的话呢，就是先做出什么？先做出1到32的表格。好，还有印象吗？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做那个 index。第三就是再把这个 index 外面剪下来，再用 mid 去把它做切割。OK， 试一下啦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应该可以理解啦。我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会还蛮有帮助的，事情很快就做完了，但是如果你对这些不熟悉真的还变得会花蛮多的时间哦，来试一下所以这里总共用了 mid index 3、4、5五个函数